两张各100万收据，一张给黄吕锦如，一张给她丈夫黄秀庄。黄秀庄还拿来报税，但新住持王秀昭上任却查不到这两笔捐款。外侄黄秀庄也确实曾经捐款100万元给法语寺前方丈妙赞法师，并经法语寺开立收据在案，本人从未收受法语寺的收据，更没有持法语寺的报税，更没有持法语寺收据做报税的行为。澄清四方不实，黄吕锦如还质疑四方别有目的。黄秀昭已接任住持以后，未能够顺利接任法语寺董事长，并迁怒本人及本人服务的这个民政局。这件事情，是在黄吕局长当局长之前，是民国94年、95年的事情，到现在拿出来啊，来诬陷他，我觉得对他是非常的不公平。市长力挺民政局长到底，但议员还是有质疑。每一个人是要诚实去纳税，那一个民政局的局长呢，开什么玩笑？什么事情可以去犯？怎么可以犯这种？这天条哎！我看只剩下一条路了，下台了。除非你又告诉我说，那个余文不小心跑到你们民政局去帮你做了这个账了。好市长要拼政绩，民政局却是接连出状况。民事新闻做报道。好，说民政局接连出状况，因为事实上黄吕锦如上任两年以来，争议不止这一件了，包括之前祭孔大典首度开了中门让马总统来走，让人质疑说是不是在迎皇帝呀？那么再到之前的这个大安区立委补选被质疑行政也不中立，还有最近发生的就是今年第一场台北市联合婚礼临时改了地点，引发新人抱怨不断。不过多次的状况，好市长仍然都力挺他。台北市民政局长黄吕锦如刚上任时公开这么讲：那我如果做得不好，我也希望好市长马上跟我纠正，那我并不会说很恋战这个职位。但两年多来还真是状况不断。台北市祭孔大典，孔庙为马总统开中门，走古代皇帝走的路线，主办的民政局被骂拍总统马屁，就连三月份大安区立委补选，民政局要宣传踊跃投票，义工却被拍到行政不中立。办选举出包，连联合婚礼也出状况，说是要在台北宾馆办，最后却是在市府前广场搭帐篷。不能用骗的啦。该帮忙拼政绩，黄吕锦如却变成扯后腿，但好市长力挺，黄吕锦如依旧不动如山。黄局长一直都是哈马英九的辅选大将啊，也是马也是郝龙斌要明年要竞选连任哈，对基层哈不可或缺的一个操盘手啦。像他这么常会惹祸的局长，我看明年他会是你不可承受之重。郝龙斌竞选期间，黄吕锦如就是竞选志工组长。马总统担任市长任内，他也是市府顾问。郝龙斌上任后，黄吕锦如更直接进了小内阁，说治安零容忍的好市长，显然对这位民政局长特别能容忍。民新闻张月伦、闽州台报道。话题人物还要来看昔日的秀场。